哦，这样子，来，直接开起来哦。来哦，先开这个红绿，开起来。蓝蓝，红蓝白，红蓝白，看一下可以开到什么。哇，两只波洛斯哎，停。哇，白色的。这个，该不会又要给我开全白吧？拜托。哦，绿的，绿的，绿的。再来。哦，这张有可能是绿的哦。哦果然不错啦，至少还有两绿的。来。哇，这里面有一个橘子，糗了，有橘子蛮糗的，真的是很糗。诅咒，哦，这是诅咒。来，最后一张，为什么要这么漂亮啊？尴尬，至少比上次好啦，往好处想是这样子。感谢小编，我不买了。哦，你看我这个几率不准啊。我们买这个。祝福圣水的这个好了，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空气箱把它处理一下，看一下21个空气箱会开出多少空气。全部开完了，钢铁手套。炭盔、精灵弓，我没有没有失心疯啦，没有没有，很理性的在拿来十一抽再一次哦，这个我已经看破它了，已经看破这个东西了，红利就不要点了。哎、欸，我靠，它里面有一张白的哦，害我 happy 了一下。哦，有力有力哦！哇，它闪红的，糟糕了，不妙，不闪没事，一闪出事。好、哦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又闪蓝，这几率你敢信？这一组里面就是拿一张优卡这样子而已，没有别的了。好，继续入手，继续搞这个祝福圣水好了。再来开空气箱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又来了。第一箱，剩最后几箱了，我看一下，我去象牙塔好了。好，把剩下的开一开。第七箱。最后两箱，看一下开什么东西。来，空气，空气，最后空气结束。各位观众，拜托了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开抽！啊干！啊，死掉了，好硬啊，这台子。哇！给我黑暗骑士，真是他啊！来，我们试点一下这个绿变好了，一次把它解决掉。来，给我出来！哎呀，碎啦！保底蓝 ，OK。呜，这个 OK， 这个 OK， 哇，一样四张，来个吹落去啊！来，三二。一开抽，啊，干有机会哦！啊，又没闪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红的，哎，啊，停！啊，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！开卡池，开卡池，那开新卡啦，没卡池啊！哎、欸，有嘞，敏捷加一，远距攻击加一，哎、欸、呦，不错哦！还有三个，好，不错。没败，干得好，干得好。